对，所以他加一元，那个加一个人来改名，叫做颜色这份年历，一定的。什么东西的？他就把一个人改名，改这个名字，然后去选一元，然后说要请大家看一下，我就转。他的名字就改成这样，对啊、我们年历没有限说几个字吗？五十个。真的有这样，所以你可以买一Thank you.
肉很危险啊。当郊游玩回来，明天可以走那么远吗？这样手指头酸。